回想会一直蛮害怕。回想这件事。对，因为我就在那里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哎，不要讲这种话好不好？你不要哭啊！哎。谈出用意外就哽咽，炎亚纶一句话逼哭鬼鬼。我的36题就是我一个老人家率领两位年轻人，你们好像开了一个新节目，对，也是一个老人率领你们。老人是谁？老人是谁？跟游乐场老师说，因为我今天有 cue 那个老人看这个直播。哦，这样。那我不知道老人现在有没有在看？妥中康，你比我年轻，你比我年轻。我有资格这样说吧，对不对？炎亚纶鬼鬼上陶老师直播宣传节目，但日前出用剧组在苗栗神仙谷发生摄影师、收音师坠谷意外，炎亚纶为此罢工停拍，开出第一枪，要求制作方解决问题。以艺人的光环是比较容易去达成的，但是以工作人员的角度，比较难被听到。关于工作安全环境的要求改变，都是会有阵痛期。我愿意去经过这些吧，去经历这些。然后你也知道我最近的事情很多。没有，我觉得你是正义使者。哎，我今天我很想要夸奖你，真的很棒。我今天来之前才把你的访问看完。我说的还蛮得体。我觉得你很棒，你再也不是那种乱冲乱撞的炮王了，终于有人会懂你了。炮王这两个字可能要解释的清楚一点。你干嘛唤起我们对你过去的回忆？这一次炎亚纶有站出来，老实说他其实一直都有啦，但是以前就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对他来讲，我觉得因为他是在场的人。你那时候在场？我是拍完离开，刚离开那里。那里真的很危险吗？而且在之前你就觉得很危险？看起来就是怕怕，看起来就是会一直很需要很聚精会神。在哪里？要问的是，这对我这件事情对我的用意到底是什么？你以为来算命节目？对，我有一点慌。你慌什么？因为我为什么变成你在主导这件事是吗？对，然后因为你站起来有点难过，就是很害怕的感觉。回想会一直蛮害怕。回想这件事。对，因为我就在那里。那如果是我。哎，不要讲这种话好不好？你不要哭啊！哎，因为很可怕。你不要讲，真的，刚刚不是开开心心的吗？你哭什么？你干嘛对着我说啊？对不起。我的天，他跟我感情这么好，现在情绪最满的时候。你这已经演到我已经走了一样。不是因为他刚刚那个 moment， 他突然对着我看，我会很快想象到那个画面是。如果是他，我真的没办法接受。所以何况是他们现场人，跟何况是他的家人。没有进过剧组，但是我有朋友在里面。对啊。但我很清楚，剧组的人真的是拼命，因为只想把事情做好。之前拍那个做工的人，他们就是在工地拍。你也知道，摄影师拍起来不要命，他很可能为了追这个镜头，脚就踩到钉子了，或者是后退两步怎么样都有可能。虽然知道很危险，但过去了啊，但度过了啊，大家就当作没有这回事。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就是会被欢腾麻痹，因为就是可能作品出来了，受欢迎了，然后那前面的过程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那么被重视到。重点是要去体恤到跟理解到幕后这些人的，真的是他们付出的辛劳。再一件事情就是要意识为自己去发声。